什么是大随求呢？啊，以前我在学这一尊法的时候啊，师父在教这一尊法，我们底下有人发问，是不是属于啊随便求，他就随便应，随便求就是随便应，啊，钦差九龙无，是不是安呢？叫做大随求，大随求不是大随便呢，啊。还是要衡量你自己。简单的讲一句，啊，你随便一个人说，我今天好了，师尊讲，大随求菩萨，你求什么他就给我什么，好，那我就求，我要当总统。衡量衡量自己再求比较好一点。那个女生啊讲，我要当林志玲，阿弥陀佛，大随求菩萨，他可能摸了谁啊，他头就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，啊，人家要求当林志玲，我就给他当林志玲嘛，人家要当总统，我就给所有的人都当总统吗？今天你们通通发愿要当总统，那怎么办啊？那马英九啊，蔡英文怎么办啊？所以啊，要衡量。什么叫做衡量？啊，虽然你在求大随求菩萨，给你的愿望达成，也要衡量的。也要适合你的，